这重置楼嘛，这崇德楼。重学啊，这是重学。重学旁边就是崇德楼，重记在这儿，重记在这儿。嗯，听我的，这是重记，你先找男生宿舍，在那个后面。那边。好，慢慢来。这就是宿舍。他在这儿楼下建的，从这儿分开。然后我们现在到重置楼。重置在那边。重什么楼？从知识的知，从知楼，知在这儿，上三楼，308，二，三零，三，三零三，三零四，有没有？306，来，齐哥先记一下我们。我是吴胜啊，行，那我来拍你们。哎，你别勒我脖子啊，金哥，就放这儿。我肯定不会拉绳子。你看我放松啊，我不是这儿。开始了吗？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！哎，等会儿，再来一遍。你出去，那怎么样都会拍到的，没办法。不，这儿拍不到。好，来3、2、1，走。再等会儿。别着急啊，动不动，搬不动啊。再来啊。直接来就行，直接来就行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你还那个攀进什么？1、2、3，孩子，你这个死猪，离不开座位啊，出不来的。1、2、3，往这边。好，我到地上。好，倒地。我现在其实是使着劲儿的。好，我松劲儿，你就把我往那边拖。你说会不会看到研究？会不会看到研究？声音这么大，那肯定是看到了。我拖到这儿已经没劲儿了。对，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。好。一个1.7米，一个1.57米，两个人随便一个人单独弄都不可能的。对，我现在越来越坚定学习和美丽了。那作为一个75公斤的人，他只有1.57米，他一个人怎么办得动？然后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又要做到这些事情，他身上有学习和美丽的 DNA， 那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一起作案，然后栽赃陷害那一顿分析嘛？哎，我就觉得哇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